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work from home。 就早一排就在金鐘廊附近見到我舊同事，因為現在最近我在金鐘上班多，就那個舊同事是隔下隻腳整親隻腳，我就問他什麼事，他說就做瑜伽拉親條筋。咁我就話，你先生都係做瑜伽嘅喎，識玩瑜伽嘅喎。咁話係啊，咁你都會知。我話你玩嘅瑜伽叫雙人瑜伽啊嘛。咁可能你係耐冇玩啦。咁啊，先生係可無端端係將你嘅腳擺喺個頭度啊，又接埋咁樣。咁啊，好容易要拉親筋嘅，即係你又少做啊，熱身運動又做唔足啊。咁佢話咁都俾你估到，冇辦法，因為喺work from home 嘅時候 ，WFH 咧做得多時候悶咧，咁一定要揾啲叫做雙人運動啦，就要去鍛鍊下嘅。咁呢個係出意外，亦都係無可厚非。咁亦都有朋友咧，就係喺 Facebook 度講，就WFH 1.0 係點樣，2.0 又點樣，跟住問下終極係點樣。咁我答佢咧，好簡單啦 ，WFH 終極就係work from hell 啦，即係喺地獄裡面工作嘅。咁最近有一個地產代理咧，就做咗一個統計，就統計7月份咧。港島區甲級商廈嗰個空置率，咁就平均數咧就大概係 7.53%， 咁應該係我見過即係做嘢到而家應該見過，應該係算係最高嘅數字。金鐘係重災區，係成個 8.32%， 咁銅鑼灣啊有 7.37% 啊，上環 6.42% 啊，中環有 5.15 去到 5.57 啊，即係全部咧係冇諗過會係咁高嘅數字，因為就算沙士嘅時候，第一件事嗰個時間冇支持咁耐啦，亦都冇咁全面啦，亦都冇話 work from home 啦，沙士嘅時候都唔會咁犀利，就算係嗰啲叫做金融海嘯啊。金融風暴啊，都是一陣間的恐慌啦。但係今次的恐慌是維持得耐，同埋係令到好多人都驚。咁有些人就會覺得這個疫情會令到會冇寫字樓。咁我自己咁樣睇，我會覺得幾樣嘢。今次的疫情是會令到有幾樣嘢會。做的第一就是那個上班的時間呢是會變得更加彈性，第二就是令到那個勞資關係呢由傳統的僱主和僱員的關係就變了一個叫做項目制叫做合作夥伴制，或者有些人稱就叫做部落制，或者有些叫做暴徒制，即是無端端就可以叫 MOP， 即是無端端可以聚集到一班人做完一件事就走了，那是可以很短時間做完一個工作就完就走。那這些情景呢在以前就傳統就唔係，即係你諗起二三十年前，日本仲係講緊終身僱傭制，但係今時今日喺呢啲千禧後嘅年代咧，佢哋覺得係咁樣去做先係啱。咁呢個係符合翻互聯網發展嘅趨勢咧，即係去中心化冇大台嘅。第一，咁所以冇咗一個主腦係負責出糧。第二就係每一個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即係。好像每一個工作人員咁樣，佢每一個自己工作，但係咧又要結合埋佢去做一個混合嘅運算，即係好似點講啊？好似啲叫車嘅軟件咁樣啦，每一個計程車係一個獨立個體啦，跟住你夾夾埋埋之後，你有一個中央運算派工作俾邊一個啊？又是一個大家個夾埋嘅運算啦，最嬲咩指向咩？指向一個平台。咁所以有機會嚟緊成個辦公室嘅趨勢，亦都一個平台嘅趨勢，提供一個平台俾嗰啲唔同嘅人聚集，做完集完之後咧就再分散。咁佢哋喺從中就收取係可能係租金啊，或者係提供服務啊，或者係提供佢裡面嘅。
閉環的一些、叫做等價交換的服務，因為其實現在在內地已經是、那些叫做工業園呢已經是流行的是怎樣呢、不是工資對工資的，只不過是服務和其他服務呢互算做一個、conversion 的 rate 呢，即是你提供多少小時的法律服務，他提供多少小時的、服務去換取、在那個 project 裡面得到多少利潤的百分比，去計算咁嘅成本去做，咁呢啲喺內地產業園咧已經係出現咗。咁如果你係想睇我之前應該係都講嗰個平台經濟裡面啊，或者係啲產業園經濟都講過呢一個概念，咁嚟緊應該會係應用呢一、這個用一個 barter 形式互相去計時數同埋服務所產生出嚟嗰個成本係幾多，去完成一個項目。得到的利潤的時候就按這個百分比去收回。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現在、我們有 blockchain 的技術呢，就可以將之前你做落的工作的那些工錢記低，亦都就有一個協議，有個 smart contract 寫低了呢每一個以後你怎樣去攤分的利益，還有就是 有些新的office 啊，可以你線下可以去做，還有線上可以在雲端呢你可以將啲嘢係互相交換完成成件事，咁呢啲係一啲未來嘅發展，所以令到、我哋要將自己嘅思考模式、改變。如果唔改變嘅話咧，你唔會領即係跟住成個潮流行咯。即係而家可能所有嘅會計師、partnership 嘅制度，或者僱員嘅制度、律師又好、咩起樓又好。設計又好，整個 project 是當一個產業鏈裡面的分工合作來去做，這個應該會是未來的大趨勢。今天想講的是這麼多，希望大家多些思考，因為很多人在這裡想他們未來出路會是怎樣、怎樣去救那間公司。反過來你應該是、思考要退一步，以後的工作模式是改了，是你是怎樣令到你自己多些曝光，是而去好像一些 freelancer 又好，或者是、形成到一個 personal brand， 是每一個 project 呢你都是有份參與。那這個應該會是一個、未來的生存的方向，還有你不要只是想一個職業咯，係應該以後係好多個 slash， 你係好多唔同嘅身份，你可能係建築師，你可能係家私嘅設計師，你可能係一個 YouTuber， 你可能一個時尚嘅品味達人，呢啲嘢係唔好局限你自己，俾框框自己咯，你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咯。今日想講嘅就係咁多啦，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拜拜。